这是一款超级可爱的蝴蝶戒指折纸，它的外形非常简洁，非常漂亮，强烈建议大家折一个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首先准备一张边长2厘米乘 14.6 厘米的小纸条，这里建议大家用彩色纸，我们先十字交叉对折。参考中线，左右斜边向中线对折。然后打开，根据折痕向内翻折。两侧向上翻折。参考辅助线，左右斜边向下对折。再次向上对折。向下翻折时，这里要注意折痕位置要刚好是其中的一半。另一面也是相同的折法。左右斜边再次向下翻折。这里的斜边要紧贴边缘。按照视频向左侧打开，压出折痕。左侧的折法相同，我们再看一遍，同样向对面翻折。另一面也是同样的折法。所有折痕都折好后，开口处用胶水固定，这里推荐使用白乳胶，然后打开，向反方向弯折。这一步可以把一侧剪出尖角，最后把左右相连即可。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戒指的大小一定要根据手指的粗细决定，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折一个送给你喜欢的人。